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伙伴啊？这公司啊，现在正在试营业，我本想等正式开业的时候再请您过来光临指导一下。您看，您这就来了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就是来看一看你们公司到底什么样。您看看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呀！阿姨啊，嗯，你真的想自己开公司啊？ 我想好了，这房子、这租金我都交了。那好，那好，看来啊，我是来对了。海英，嗯，我今天来啊，给你带两份礼物。哎呦，您来就来，还带礼物来，来，快屋里请哈。来，坐啊，坐。海英啊。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份礼物，是你的佣金和酬劳，我代表北方公司对你表示感谢。马总，感谢这两个字儿，我收下，但这个钱我不能要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赵海英，北方集团不会受这么严重的损失，还谢谢北方集团对我的厚爱。<笑>那第二份礼物，你不能拒绝吧？ 我已经辞掉了北方集团的职务。马总，现在北方集团的发展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选择辞职呢？太不冷静了。海英啊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又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觉得呀，人要想成功，完成自己的事业。 必须和那些个有诚信、有能力的人在一起，这就是我的规划和目标。咱们俩人相处这么多年了，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有诚信、有能力的人。我想跟你合作呀，已经是盼望已久了。我是有备而来的，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伙伴啊？ 马总，怎么能说愿不愿意呢？海荣公司才刚刚开始发展，您到这儿来，不仅能给我带来丰厚的人脉，还有更多更好的资源。我赵海英是求之不得呀！我们今后的合作，一定是一片光明啊！ 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两位找谁？你好，赵海英在吗？啊，两位有预约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们是他以前的同事。好的，两位跟我来吧。来这边请。啊，谢谢啊。赵总有人找。好，进来吧。您请。赵总。赵总。 是你们呀！我们是来应聘的。不欢迎吗？不是欢迎，而是求之不得。黄斌，不应。欢迎回家。谢谢赵总。金融就是将黄金融化分开了交易流通。 也就是价值流通，但在现如今，黄金已经被一些更容易流通的货币和电子币所取代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新文旅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了。太好了，跟他们的合作。 能帮助我们竞标上海浦东主题公园，又多加了一个筹码。虽然文旅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竞标，能够增加胜算，可是我们毕竟是刚成立的公司，浦东郊区这个主题公园这个项目非常的大，我们要是跟那些个背景深厚的大公司去竞争，恐怕是以卵击石啊。
马总，其实您说的这些，我考虑过。所有海荣的员工朋友们，我赵海英只相信一句话，叫“有志者事竟成”。在我的字典里，就没有退缩这两个字。竞标的公司选择投标者，看到的不是投标者的财力，而是投标者的能力。 能否把这个项目发挥到最大的价值？所以，我们海荣要拿出更好的方案，一定要打败那些比我们强势优秀的对手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想问问大家伙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海英，之前的合作，是你帮我们永康，今后的合作。 我希望我们是双赢。韩总，我的公司才刚刚起步，恐怕……行了，你别忘了，十几年以前，我们永康也是一家勉强发工资的小企业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永康已经申请了 IPO 的程序，我们即将要上市了，所以很多家金融公司都想跟我们合作。 可我只选择了你。说句老实话，是你的真诚和善良，果敢和正直打动了我。我真心诚意的聘请你们公司作为我们永康的顾问公司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我们的合作继续愉快。谢谢韩总对我的信任，我的公司一定会为永康做好金融服务的。好。 还是韩总说的对，以前我们的照片确实太陈旧了，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考虑，是不是应该给公司拍一个宣传片？宣传片？是啊，视频宣传片可以让文字资料视觉化，可以更充分地展现我们设备的优势和产品的特点啊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样吧，如果要拍宣传片的话，我跟韩总商量一下，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集中开一个会。好，那等韩总的意见。好。